戏娱乐报，今天有个新八卦， Ella 传出新恋情，对象不是吴尊，而是台湾演艺圈的新鲜人陈楚河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两人因为陈楚河拍摄功夫灌篮，所以透过周杰伦介绍进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。只是迅速坠入爱河的两人，却因为陈楚河担心恋情曝光，所以分手。而日前 Ella 接受媒体专访，表示对一段刚结束恋情刻骨铭心，如果对方回头，一定会跟他复合。据说就是因为这段深情告白，让陈楚河再度对 Ella 产生悸动，两人也因此重修旧好。只是平面媒体爆料，有是真，有是假，两人到底是不是一对小情侣，就让大家继续看下去吧。超级娱乐报，明天继续报。